接种单上都会有联系电话，他也会通过首都疫苗接种这个 APP 软件，可以及时的把不良反应或者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反映到这个我们 CC 来。所以应该整个的流程呢，目前是一个闭环的、一个安全的、可靠的这样一个流程。